你们跟他聊天好，你们有什么要宣传的？你是不是二十七吗？二月几号是怎么样？二月二十七在台中田花村。然后就是这里就是这个地方，然后有一场演出，关于阿丹玩球球的，从2017年一直到2022年的还没有完成的梦，对，还有还没完成的事情，都会在那时候一一的拿出来批斗。啊，是这样吗？那我不要参加了。好好，然后呢？有看到一些从8年多一直跟我们到结束的一些朋友们，这就是唱作俱佳的演出的形式。然后有没有觉得很好玩、很好听？有哦，要常常来。有时候甚至觉得唱作俱佳比我们安排节目还精彩。那听得懂吗？讲慢点点，这样。不是，我怕不想讲太明显，我怕那个大家不来我们一般节目，一直来唱作俱佳这样子，都很精彩，都很。他们都很厉害，但是就是你看他们，我们也没有给他们演出费，他们还是用尽全力的分享他们的音乐给大家。所以要练习，要你的身体听音乐，好不好？不管你认不认识那个演出者，只要你想听音乐，或者是你就真的很想要喝酒，抱歉喝酒，你就进来，然后就可能会有另外一份的你知道收获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我的乐手们都已经就位了，好哟，我好紧张，而且我现在要唱的歌呢是那个田花村女神的创作，我干嘛选这个？我再唱一次恭喜恭喜好了，烦呢、欸，好紧张哦。超能啦，要勇敢。又勋帮哦，对对对，不怕勇敢。为什么我要选这首歌呢？就是因为。2023年哦，刚开始，虽然每年的一开始，或是去年的年底，你就会开始许愿，期许明年自己会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就是还是要许嘛，就还是你就是还是会想要成为那样的人，或是去那样的那个生活那个的路上，然后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要当勇敢的人，然后。爱你的所选择的，选择你所爱的，这样子。结婚不要后悔啦。对对。结婚不要后悔。结婚的时候不要后悔。不要后悔啊！不要后悔。现在。后悔没关系啦，活在当下。开心就好，快乐就好。对对对对，后悔是明天的事，跟减肥一样。哈哈哈。没有错。哦，真的好紧张哦。拉干面。哎呦喂啦！好啦，想要的感觉是我们。拉瓦用他的那个一些拉瓦用，拉瓦用，提供还是唱那个，不要，就是想要的感觉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哈，平安健康，事事顺心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好。
快点！安可的进场，耶！